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里有人在提一个问题啊，说是，哎，什么是一切法是取不过？首先，这个文字。那个取也不是这个取，不是说我去拿手去取一个东西，不是这个取啊。取是那个走之旁啊，加一个取字，取是取向，取向啊。从四面八方取向，这个取啊，可不是这个。首先，你把这个取字，要弄清楚，不是这个取，不是我去拿一个东西把它取出来，到银行里向我存款呢，取款的去那个取，走之旁啊，走之旁。加个曲子，那个曲是什么呢？兴趣啊，这个东西感兴趣不感兴趣啊？这个曲子，这个曲呢，就是取向啊，一个目标立在这个地方，四面八方都朝这个目标啊走来啊的这个取向。那个法，这个法呀，法有无量法，十法界的法无量无边。十法界无论是众生法、心法、佛法，像我们这个《法华经》中讲的十界十如，那可以说是。包括一切法在内，在这些个无量无边的这些个法之中，随便拈一法出来，随便拿一法啊，从佛法一直到地狱法，十法界吗？啊，众生假名。无因施法，一报国度，随便举哪一法啊，这一法呢它具法，这一切法都取这一法，这叫做一切法取此法是取不过。救人也好，救物也好，都一样，因为是人也是法，物也是法，心也是法，不都是法吗？啊，正法也是法，邪法也是法，烦恼法也是法，那个涅槃法也是法，这些个法都不能够离开十法界。一切法，比方说啊，我举这么一个东西，这叫什么东西呢？这叫扶持，对不对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杯子，是吧？乃至于香花、佛像、经书，你随便指哪一法啊，只要你能指得出来的，能够见得到的，哪怕你是能想得到的，只要你举一法出来，就这一法它就能够具足十法界一切诸法啊。这个上来如果说这个《法华经》讲到开权显实啊，这个道理也要懂的，如果不懂这个
这开权显实就有缺陷。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法从哪儿来的呢？一切唯心造啊，先生这种种法生，这都心造的嘛。既然从心造的法，心就具法，那一切法也自然是具法的。说得太远了，我们理解的不那么现实。就拿我们这一个本人来说，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这是不是个法呢？这个人是不是个法？是个众生法，对吧？那么你这个人具法不具法？这个人具法不具法？人是具法的。什么叫具法呢？这具足一切法都在你这个人身上。说是在你这个人身上呢，你理解的不够那么亲切，都在你这个心上，你这个心具法不具法啊？一念迷，你就是九法界的众生；一念悟，你就成了佛法界的成了佛了。不具法不具法吗？我这一念起个贪嗔痴，那你就是你这个心呢，就具足三恶道。要是你这个心说是我今天呢，听到《法华经》了，要上乘福道，要下化众生，那我就发心行菩萨道，上求福道，下化众生。那你这个人就是个菩萨嘛，他不就是具足菩萨法界吗？人家说这念佛好，念佛生西方，能够了生死，能够待业往生，那我就念佛。那你念佛成什么东西呢？念佛就成佛啊。那你这一念心就不是具足佛法界吗？说是那不行，行菩萨道难行，要舍眼睛，舍耳朵，那个东西难弄，我不干，我就了个生死，出个三界就罢了，做个自了汉。那你这也具法，你这个心呢就具足那个二乘人的法，对不对啊？这是就你这个人来显这个具法。除了这个人以外，其他一切法都具法的，人法界具足，九法界具法其他九法界每一法界它都具足其他九法界。比如地狱法界，地狱法界它也具法，具足恶鬼、畜生、修罗、人天法界、声闻缘觉法界、菩萨佛法界，他也具足啊。那个下地狱的人永远下地狱不会的吧？不会的，永远下地狱的。那个、永远，如果说是这个下地狱的人永远下地狱，那个法呢，那就是定法了。诸法常无性啊，它不得性的，不得性也没得性，所以它具足九法界的性。为什么地狱法界不能永远下地狱呢？地狱法界是因为它造了罪的，造了这个地狱的罪，它就下地狱。那个罪也有深浅罪到底深了，那么你下地狱的时间呢就长，受地狱的苦呢就重，它总有时间的你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
犯了国家的法，判了刑的，啊，还是3年徒刑，还是5年徒刑，他有个时间的，啊，你就是无期徒刑，他有个时间，啊，无期这不是有时间吗？我死了以后，你就顶着我一辈子吧，你不能判我来一辈下一生判徒刑啊，啊，他怎么判呢？啊，世间法没有说判你下一辈子，这一辈子你这个徒刑还不够，你下一辈子还得受这个徒刑没有的，啊，所以这个一切法都是法界，法法都是法界。哎，我们这些话我这是说了不要说的了，啊，经常说，随便你世间法举一个什么，举出这一朵花，这朵花就具足法界，是法界都具足。如果说你在这朵花，你能够用心作观，啊，这朵花啊，这朵花在法界当中是不是属于舍法界？是不是属于舍法界？舍尘呐，啊，既然是舍尘，不要我解释。心经就在我们一天到晚解释做解释，你都忘记得了。舍即是空嘛，哎，你说这个火花怎么是空的呢？啊，不空是因为你这个眼睛是个肉眼，所以你看不空，对不啦？你把这个眼睛的质量你改变一下子，哎，你要是具足了天眼，或是具足了慧眼，那看一切法都是空的，对吧？啊，那个墙，那也是一尘呐，那也是舍尘的，对不对？众生有执着心，晓得这是个墙，是个障碍物，那你就走不过去。那个鬼神他就能走得过去啊，人还不如个鬼，啊，人还不如个鬼啊，鬼有五通，你人还没这个五通呢。这个一切法它自己本身呢没有一个固定相的，就看你这个人，二圣人看着这个舍，他就看到这啊，舍即是空，如果菩萨看到呢，空此空不空，具足一切法啊。《法华经》中讲的这个诸法实相，一切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你说什么叫个实相呢？实相不是单独有一个东西叫个实相啊，不是单独有一个东西叫个实相啊，哪有另外有个东西这个实相摆在那儿吧，没得相的叫实相。诸法实相啊，十法界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理，这个十法界相，这个十如是，那就叫做实相，哎，那叫做实相。说是这个杯子，你说这个杯子具法不具法？十法界都取此法，次取不过。十法界都取呢，就是取相，理什么取相啊？这个理取相啊，这个道理，这个杯子，就我们人法界来讲，哦，这是个杯子，啊，泡茶叫个茶杯，泡一杯开水叫个开水杯子，啊，它也没得性。哪里有性呢？那么这个杯子是我的，说你要抢我这个杯子，
那我就跟你要斗争，那就打架。嗯，打架能够打得头破血流啊，啊，那你看这个将来是结果是什么结果？嗯，啊，起一个贪心，起一个嗔心，起一个痴心，那你就是三途之因，将来就感三途之报。人天他也因这个杯子能够做一些善法，对吧？我拿这个杯子拿来供佛，这个就是佛杯。嗯，我拿来送人就是一个礼品啊，这个都是人天的事业，他就取这个法啊。啊，菩萨看到这个杯子啊，跟二乘看的这个杯子它不一样啊。嗯，二乘看这杯子，杯子就是空的。嗯，佛看的这个杯子就是全体的大用啊。你说这个杯子具法不具法呢？你随便举哪一法它都具法，就是个佛像它也具法呀。嗯，佛像不具法吗？嗯，人家这个佛像人家都是烧香礼拜的哦，这个是种的是佛音啊。哎，有的人呢他对这个佛像呢他也烧香礼拜，但是他这个烧香礼拜呢他不是想我要成佛啊，他说我将来我要得福报，我要升天要做人。嗯，那是什么因呢？啊，如果说对待这个佛像随意糟蹋，随意毁吧，啊，你看这是什么因？啊，欲得不着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谤佛那要下地狱的。啊，同是一尊佛像，他就为十法界做因，取就是一切法取此佛像，是取不过。一切法取此杯子是取不过，一切法取这个桌子是取不过，啊，随便举哪一法皆如是。小至于微尘，大至于十方法界，是取不过。这就是佛法的圆融佛法，不但你这个佛法就不圆融哎，圆融呢，这个法处处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只能够这样的简单解释啊，如果你还要不懂的话，我就明年天天跟你说一次。嗯，啊，这叫一切法，不是像你这样问的啊，就是举一法，就是举这个佛像，或是举这批一盆花，这作为一法啊。一切法取此花，是取不过啊，是取不过。嗯，十法界这个瓶花具足十法界，这个佛像具足十法界，啊，这个你要不懂的话，你这个人是不是具足十法界啊？人也是一法呀，你是众生法嘛，你是人法界的人法嘛，具足十法界，这叫做是取不过。我是理解得蛮清楚的啊，也可能我这个嘴笨呢，说的人家不能理解。嗯嗯，这是一个。第二他要问，就是理解跟误解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啊。误解，误就是误这个理啊。你能够理解的就是误解嘛啊。他又问，他说我们这个众生还是眼迷还是心迷还是都迷啊？他说不是，有人说不是众生迷啊，眼迷心迷。嗯，他这个问的呢，什么叫做眼迷，什么叫做心迷？眼
从这个众生的五根来讲，眼耳鼻舌身，你这个心呢就是意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五根眼耳鼻舌身他自己本身不讲迷的，这个眼睛有什么迷呢？如果这个眼人活到我这个眼，它起这个观舍的作用，眼能观舍。那么我们是讲这个凡夫的肉眼，但是你问这个眼呢，你没有问我这问的这个眼还是肉眼还是天眼还是法眼还是慧眼还是佛眼，你没有问，对不对啊？如果说说这个三大道的天眼，这个眼的作用呢它就有限制了啊，天眼通肥耐，肉眼耐肥通，肉眼是有障碍的，隔离层纸谁看不到，天眼就能看得到啊。慧眼呢，慧眼能观空啊，啊，法眼是观宿的，佛眼并没有另外有一个眼睛叫做佛眼啊，就在四眼当中，四眼纳入了佛眼都称为佛眼，就是佛眼有四眼之用。那么你这个心迷，既然讲心迷，说明你这个心呢是有烦恼的，有烦恼这个心称为迷，迷和颠倒。说是还是他都问到还是眼迷还是心迷，这个迷啊，迷就是迷的这个心，就是迷这个心。你这个眼睛如果要没有一个心，你这个眼睛有什么用啊？死人有个眼睛的，死人有眼睛，死人有眼睛看不到了，不得心了，说这眼迷跟心迷还是都迷，还是都迷啊，主要就是心迷啊，这个漏根。这个五根要有一根起作用，它才起作用。一根不起作用，这个眼根本的作用。你看人这个睡觉的时候，那个也有眼睛啊，他什么看不到，啊，都迷。说你这个问呢，说还是眼迷还是心迷？这怎么问的？这个从你这个话从哪儿来的？还是经中有这么一句话，还是哪儿来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如果说我跟你想一想，是眼迷，就是你眼睛里看不到东西，这个眼迷啊，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呢？还是看不到真理？还是看不到素理？还是看不到真这个实理？这个三谛之理都看不到，那就是眼迷。所以上来我们讲这个《法华经》，开示悟入佛之见，这个见啊，那个见不是拿我们的肉眼见呐，佛之佛见啊，佛之佛见啊。那你说？这个明心见性啊，什么见的啊，是不是拿肉眼见的？如果拿肉眼见的，我们都有肉眼啊，但是我们都没有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是拿心见的，明心见性嘛，心明了性就能见了，但是那个见不是眼睛见舍之见啊，这个性它没有舍的。性是什么呢？性是个理啊，它是个理，没有形象的，没有颜色的，没有方圆大小的，所以叫个见性。见性就是见理，见什么东西啊？
啊，你说欠账得还钱，这是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不是是理是什么样的呢？啊，还是红的，还是白的，还是长的短的呢？理啊，这是它是第三问，第四问是烦恼无明的根本是什么？啊，烦恼无明的根本是什么？嗯，烦恼无明的根本就是不觉悟，嗯，不觉，嗯，啊，不觉啊，不觉悟，嗯嗯，一念不觉，那个一念不觉，从最初一念不觉就是无明。没得无明了就觉悟了啊，无明断尽了就大觉朗然。你比如说无明跟烦恼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啊，就是不觉啊。这个不觉与觉，有人想说这个无明从哪来的啊？无明就从不觉来的。不觉从哪儿来？不觉就是由无明来的，啊，那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头了，没有始嘛，啊，啊，这个底下呢问的，这底下问的更奇怪了，说西方的净土，那个莲花能够生人。那我们住的这个世界也有莲花，那怎么不能生人呢？啊，嗯，你看这个事儿，嗯，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莲花生人，怎么生的？莲花化生，那是念佛的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不是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都是由父母所生的啊，那西方极乐是个人，我们这个人念佛的人生到西方去了，这个人怎么来呢？真的什么地方呢？啊，就是莲花里啊，莲花就像胞胎一样啊，啊，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分九品啊，花开见法。嗯，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众生为什么不生人？嗯，一个，这是我给你做回答的，释迦牟尼佛呢没有这个愿力，他说我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莲花，你哪一个念我释迦牟尼佛生我娑婆世界上来，我这个莲花能生人的？嗯，佛家没这个愿力。嗯，他说我听了几个月的经，头脑没有开，还是业障深重，还是其他的原因，可能种种原因都有。嗯，啊，反正业障深重这个原因呢，也是大家共有的，不是你一个人有的。嗯，这是一个啊。嗯，这个呢，这是反正我都是哎，嗯，他说请问佛上，十方三世一切佛之外，还有佛，这还有佛是指谁？如何解释？这个十方三世一切佛之外还有佛，这个话从哪儿来的？嗯，十方是要空间的，嗯，三世呢是要时间啊，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都包括在时空当中，这不是时空当中，佛是无量无边的啊，说十方三世之佛之外还有佛，如果说在十方三世之外还有佛，那也把它捞得来摆在十方三世之内，
啊啊，我跟你这么讲啊，说是那个佛，十方三世之外还有佛，十法界之外还有佛，还有佛也把他捞得来，摆在十方法界里头。这个呢，就是出发心的人呢，都有一些个，也不是说是好奇，就有些个想法。他说那么多的佛，既然讲到十方三世一切佛呢，那就什么佛都包括在里头，十方三世佛以外就没有佛了，哪还有佛呢？如果离了十法界之外，还有任何一些法，不但是佛，都要把它纳入在十方三世之内，它不可能外头没有的，没有的，而且现在呢，特别初发心的人听这个听经，这个经中处处讲佛啊佛啊佛呀、东方佛、西方佛啊、北方佛、南方佛、五方佛啊、过去佛、现代佛、未来佛，讲了这么多的佛，这个佛在什么地方啊？佛就在人心里想吗？在什么地方啊？佛不在你心里想吗？你说佛不在你心里在什么地方？每尊佛成了佛以后，都有他的国度，就是奥土，就是我们众生也有佛国度这叫做呢依报国度。你说我们现在，修的人因，感的人果，做了人了，做了人等在什么地方啊？就等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十法界的众生都有他的依报国度，地狱法界，地狱法界他的依报，刀山剑树十八地狱之无，这个什么东西，这个无比地狱，地狱多了，那就是他的依报国度啊，那他就报，你说成了佛了，成了佛了也有他的国度，释迦牟尼佛成了佛呢，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国度。就佛来讲，这是佛大权示现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的报度那个报怎么修的呢？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中发48愿，发了愿以后不能说发了愿就能够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发了愿以后要行菩萨道，以怨恨，以这个恨填这个怨的海，怨的像大海一样，我们一天到晚终生无边誓愿度，那个怨呢，就是嘴挺含含的，人家那个佛菩萨在这印度是发愿的，发了愿以后，他认真就去做，填这个愿海，而且他这个愿呢，又是个善愿，度众生的愿。所以他的果上呢，就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报土。那个报土呢，还是他报土，为了教化一些众生的。阿弥陀佛的实际上的报土呢，那就不是这样，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有四种，凡圣同居净土、方便有余净土、十报庄严净土。那个十报庄严净土，那是阿弥陀佛自报身的、自受用的。佛佛都有自己的报土，东方药师如来他有他的报土那你要是看到经那个多了下文到了这个开记显本的时候，你看释迦牟尼分身化佛那都是佛而且这个佛教化的这个国度分身无量百千万亿
在凡城通衢图，在方便有余图，在十报庄严图里都有佛的化身啊。佛在什么地方呢？你光光听到名字说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没有边际，看过动看过金刚经的啊，东方世界有边没得边了，没得边，西方世界有边没得边了，没有。比如说我们站在娑婆世界，我、哦、看西方极乐世界过十万亿佛土的西方啊，如果还有一个国度在西方极乐世界之西，他就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叫东方了啊，没有边，而且没有边，东西南北四位上下佛的国度没有边际，没有边际的啊，没有边际。所以这个小佛啊，这是佛的国度，佛的报身化身，佛的功德智慧庄严啊，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啊，百现三昧。那你要是说是佛讲这个三十二相，三十二相那是粗之又粗了，就是拿一个三十二相还要百劫众相好音。这个呢，这个也不算是，也不算不了是什么问题啊。现在呢，我们这个接着讲经。昨天讲的什么经？而是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千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等大众，见舍利弗于佛前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大欢喜，永耀无量。这个第五是四众欢喜，有长文有偈颂。长文分三，一个是经家数众喜，第二是陈供养，第三正解释，这是第一。经家数众喜啊，就是借机经藏的人南上去的四部众，比丘、比丘尼、出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是出家在家二众、天龙、夜叉、千大婆、阿修罗乃至于这个罗诃罗等的，这是天龙八部啊，四众八部，就等于是等啊。见舍利弗于佛前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舍利弗开宣显实灵解以后啊，所以佛呢给这个舍利弗受记作佛，上面说的华光如来，心大欢喜，永耀无量，这是四部众，天龙八部都生欢喜，欢喜欢喜就是欢喜就是随喜啊啊，舍利弗成佛了，大家都欢喜，都随喜，各个唾身所住上衣以供养佛，视其缓音，梵天王等与无数天子亦以甜妙音填满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等供养于佛，
所善天意住虚空中，而自回转，诸天既要，百千万种与虚空中一时俱作，欲种天花啊。这一段呢是陈供养见佛啊，这是佛法的规矩啊，见佛要供养。拿什么供养呢？唾身所住上衣，上衣啊，不是说我们说上身穿的衣服啊，上身呢，上衣呢就是贵重的衣服，称为上衣。那么上来就讲是四部八，四众八部啊，各个脱身所住上衣。在家中就不谈了，出家中，这比丘比丘尼啊是出家中啊，出家中三衣在身，三衣是不能离身的啊。那么现在这里脱身上衣以供养佛，怎么讲呢？像这个大品经中啊，有三百比丘闻佛说般若经啊，也是踊跃欢喜，个个都把这个僧伽利衣就是大衣啊，而用供养。龙树菩萨造这个大智度论，把这个意思呢做了解释，或者是王相为法啊，以法众故，王借了这种事项啊，说是我这个衣不能离身啊，就等于是为法王躯一样啊。贺云呢，当日更得啊，我虽然是一上一供了佛，哎，但是我又得到了啊，还不是这个衣不离身之意。若是要表法来讲，袈裟坏舍是声闻正真之道，今拓以供佛，表其舍小乘法智，取无上菩提，这就脱身上衣以供养佛。这是说这个出家众，那么其他的梵王啊、天子啊，各以天妙衣，天人穿的这个衣服不是我们人间穿的，我们人穿这个衣服麻烦又重啊。天人什么叫天人呢？四衣一来，十事是之。你说我想一想什么穿衣服，一想就一想就穿到身上的，穿得蛮好的。很妙啊，你看这微妙不微妙啊？要我们这个衣服就麻烦到还要买布找裁缝。说天妙衣，而且天人穿这个衣服呢也不像我们这么重。到了这个四禅天，他那个衣服不得衣服，像穿衣服一样。欲界天人穿的这个衣服，那就微妙不可思议了啊！最重的也不过几两重，啊，几两重啊，最重的也不过半两重。这个半两有多重啊？几千重。所以称为天妙衣，这是做那个供养。所善天意住虚空中而自回转，回转的意思呢就是回向的意思啊，回向供养是因啊，
这个因呢，它必然要取果的。还有这个诸天纪要，纪是舞蹈，要呢，就奏的这个种种要器啊，升官低效这个东西啊，来供养佛，这是称供养，这个文中一看就晓得了啊。底下呢正灵节，而作是言：伏羲不罗盖初转法轮，今来复转无上最大法轮。而作是言是领系权灵解《法华经》之前的实权，今于波罗奈啊复转无上最大法轮呢，这是领实，全是都领，无上法轮啊，波罗奈初转四谛法轮，今到法华会上呢转无上最大法轮，没有在这比这个法再超过的，没有比这个法再普遍的啊，故言无上，而是诸天子欲充现此意而说戒言啊，用偈颂来重说的啊。譬喻波罗奈转四谛法轮，分别说诸法无众之生类，今复转最妙无上大法轮，是法甚能甚深奥，少有能信者。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园为四无比丘转苦寂灭道四谛法轮，苦寂是世间因果，道灭呢是出世因果，分别说诸法是分别这个四谛之相啊，五众之生灭，五众他们叫五众，五众就是我们这个五音啊，舍受想行受想行识，舍受想行识，无因是苦地，这个苦从哪来的呢？是烦恼造业感的这个苦果，是由寂地产生。凡是生灭之法，有生就有灭，生必须灭，马上就灭了，生灭之法既然灭了，这叫做呢，这叫做灭地，能够灭这个苦寂二地的这个方法就叫做道地啊，就转这个四谛法轮啊。今复转最妙无上法轮，今呢就是指这法华会上开权显实说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个法呢甚深奥，一些声闻辟支我所不能知，不深奥吗啊？我从昔来数闻世尊说，未曾闻如是神妙之上法，世尊说是法，我等皆随喜。大智舍利弗，今得受尊记，我等亦如是，必当得作佛，于一切世间最尊无有上。佛道普思义，方便随意说。我所有福业，今世若过世，即见佛功德，尽回向佛道。这个是第二，舍利弗自己述说灵劫以后
啊，孙媳回下。嗯，我等，我呢就是舍利弗自称等呢，还有他这个啊，前二百人众。细来要进，就是《法华经》之前经过四十余年，要远呢，那是从大同至圣佛以来啊，未曾闻如是深妙之圣法，四十余年避而不宣，久目思要。现在到了法华会上呢，说了，世尊说是法，我等皆遂也。是法就是指上来开权显实啊，这个法，是法，我等皆随喜，随喜功德。随喜什么呢？大智舍利弗今得受尊敬，我等亦如是啊。他这个随喜功德呢，就非同寻常了。说这个虽喜，后边这个四句，所有福业，过去现在，乃至于见福功德，皆回向。如果说在法华会上，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他领写了。上边呢得以受记，作为华光如来啊，是身子呢在诸大弟子当中跟最利的成了佛了，给受了记了啊。那么问呢，除了舍利弗以后还有好多的大弟子呢啊，像迦摄啦啊，这个善机就是满慈啦，诸大声闻都是佛的大弟子，还没有灵解呢啊，四众何人而先乎呢？他这个地方呢说是呢，我等亦如是啊，我等亦如是，这只是上边比丘、比丘尼啊啊，优婆塞、优婆夷，就这些人啊，除了舍利弗以后，其余的诸大弟子像迦摄啦这个满慈啊，诸大弟子都没有灵解的，这个四众什么人先理解的呢？好像是这个根更利啊，四众当中啊，天人众当中也有三根，根基也有利也有钝啊。那么既然有三根，上根的人就跟舍利弗一样啊，中根的人呢同四人，下边呢受这个迦摄、目犍连等四位大弟子受记啊，这属于中根人。下根人呢同这个五百弟子受记，那么说是这个四众弟子当中也有上根人啊，也有上个人嘛，就跟这个舍利弗一样啊，说我等亦如是，亦如是跟舍利弗一样啊啊，都开权显示，最起码争一个出诸位，必当得作佛。舍利弗已经受记作佛了啊，那么这个四众当中啊，也有上根的立志的啊。文福给舍利弗受记啊，他们也受记了，也得受记，必当得作佛吗？于一切世间最尊无有上，佛道颇思议，佛的颇者是不可也啊，就是不可以颇思议啊，很难，难思难议，方便随意说，
有了方便才有真实。这是无所有辅业，今世若过世，即见佛国的，即见佛功德，尽回向佛道。这是呢，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凡是做一切佛事、做一切功的，这个回向呢是非常要紧的，回向。我们每一天做早晚课，不是上来现前清净众，回向三宝众龙天吗？这回向的地方多了啊。总结来讲，回向有三重意义：一者是回因向果，第二呢回事向理，第三是回自向他。一切功德，做一切功德，虽然你这个功德做的一切事情呢是很轻微的，你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哪怕是搬一块砖头，用一块瓦，这个功德很小可是呢，事情看来很小，如果你要是能够加以回向，这个功德有多大就大了，尽回向佛道。所有做的一切辅业都加以回向，上殿也是陪辅的，也是陪辅的，这回向回因向果，以因的一种所做的乃至于微小的事情，那当合掌小鸡头都回向佛道吗？那个当合掌有什么多大功德？这还不变了一举手就行了，阿弥陀佛，这个还不变了当然就这么一点东西就这点功德都能够成佛，尽回向佛道，这是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凡是做一切功德的都属于事项布施持戒忍辱等等，这都是事项。回事向理，什么叫做回事向理什么叫回事向理？事都是显理的理非事不显非事不显。我们要是正果，要是成道，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正的呢都是正的这个理正的是实相之理，实相不是理吗？你说我这个开了悟了，我杯子落地开了悟了，它有个什么东西来到手上的悟就是悟这个理嘛回自向他更重要的我把我这点功德不作为我自己本身的仇报，说是我将来我做这点好事，我要给我的父母将来嘛消灾免难，我不是儿女聪明智慧考上大学，这个都是胡说八道这功德太小了。前天有一个人他带一个牌位给了200块钱，说我这个200块钱回向我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多回向一点嘛回向法界众生这功德就普了。回自向他说是回因向果，其生转大，这个就是要求什么？要求我们这个心在凡夫地上想做一些佛事要求这个心呢心要宽大扩大不要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你看有的人念佛，他一天到晚那个念佛珠的念佛，到了晚上呢他往这香炉上一扒拉他说我将来得当钞票用人家念佛都成佛了，他念佛呢当几块钱用，买几个大米油条，这个多可惜所以一切法都是看我们这个修行的人的用心所在，用心大心就大所以最后到了这个地方呢《法华经》
蓟门开卷，蓟门开卷显示有三州说法，这个第一州就是法说州到这为止，啊，嗯，到这为止，啊，法说州下边呢，那才是正式的辟喻品。第二辟说州，嗯，辟说州有四段。词品就是这个辟喻品啊，辟什么东西？既然是蓟门讲开卷显实，就是开山显一，那么这个辟呢，也就这个辟喻，用这个辟喻解释这个开山卷显一时啊，这个辟喻啊，嗯，这第一。第二，信息品中名中根灵血。第三呢，是药草玉品，是如来速成。第四，受记品是于受记。嗯，啊，这是讲的，像现在是第一啊。正辟开山显一，开山显一之中呢，分为两段，一个是请，第二是答啊。现在是请，嗯，尔时舍利弗薄佛言：“世尊，我今无复一回，亲于佛前，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世诸前二百心自在者，系诸学弟，佛常教化，言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是学无学人亦各自疑，离我见即有无见等，未得涅槃。而今于世尊前为所未闻劫堕一合，就善哉世尊，愿为四众说其因缘，另立一回。这是第一个呢，是请啊，舍利弗啊，开了悟了，入了道了，嗯。无复一回啊，亲自在佛前蒙福受记，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个记的就是最高之记，成佛之记，无上正等正觉。嗯，这个记呢，不是一般所说的这个八相成道这个记，嗯，啊，是究竟佛果之记。那么舍利弗自己得受记了啊，他关心同道的人，他说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人呢，都是我们同山道友啊，他们还没受记呢啊。啊，系诸学弟啊，就是前二百人心自在者，这段文当中呢，开始呢是舍利弗自己述说他已经没得疑惑了啊，但是呢他没有疑惑了，这还一千二百人都是我自己同道的同山道友啊，他还有呢。嗯，底下呢到了善哉世尊，愿为四众呢，嗯，那正是仆为四众来请佛说的。你看看，舍利弗蒙福受记了，原来呢他是个二乘不发大心，蒙福受记以后他的任务就多了，工作这个担子就重了啊。受了记以后怎么办呢？受了记以后不是我就现现成成的
佛给我受戒了，我就去成佛家，那不行哎，那还要长时间，长时间叫具足菩萨道，啊，要行菩萨道，啊，张师傅不是说的吗？啊，嗯，说这个道理要的，大家要知道啊，嗯，还要长时间的行菩萨道，嗯，最后才能够成一个圆满究竟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嗯，舍利弗受，舍利弗受了佛的戒以后，受了成佛的戒以后，嗯，他现在呢就关心别人了。原来二乘是不关心别人的，像个洋车路车一样不关心别人的，啊，新受戒了，啊，这个心运大悲，啊，开始，就起运自己这个大悲心，啊，关心还有我的同参道友，他们还没有开悟，还没有受戒，要请佛为之说法，消除他的疑惑，啊，这个说法呢，就是请佛就拿这个譬喻说的，嗯，要因缘说，何故前说三，今说一？嗯，啊，取生命其所以然，凡夫亦有一听便悟。啊，凡夫就是那个四众弟子，四众啊，天人党也有立根的，同舍利弗一样，他也领写着，我等亦皆得，我等亦如是，必当得多福。这个千二百人，这是属于中下根人，所以要加以譬喻才能灵写。嗯，凡夫亦有一听便悟。今千二百人，这个千二百人从上以来闻佛的料开显，广开显啊，种种的殷勤诚叹，身子就舍利弗领解了，得了受记的啊，有的龙鬼都能够引列孙喜。为什么这个千二百人呢还是处于迷惑不解当中呢？有两种意思，一个是久滞，第二呢入味。虽然上边人天四众啊，有的跟立的跟身子跟舍利弗一样都灵解，都能作佛，这千二百人为什么不灵解呢？这个千二百人因为智入修小乘，这个智作心呢不是一生一世的，智久了啊，所以这个智情难化。虽然闻正说法说一周，他这个疑惑还不能解，啊，第二呢，入味解即破，啊，入味解即破之，啊，智破就入住，但是入了小乘的果味，也是很难破的，啊，入了味了，啊，所以这个小乘啊。这个智性是蛮深的，所以这个闻法说咒还不能够去这个智，要等到佛说这个譬喻以后，哦，他们才开悟，开始悟入佛智之见，这根有立顿。而是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皆为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耶？是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嗯，然舍利弗，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意。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嗯，是的，这根有立顿。直接法说不能理解，所以加以譬喻。
这个词中先不言啊，我先不言，我以前不是说过的吗？啊，这诸佛智断以种种因缘譬喻方便说法，《法说周礼》像是说了又说的啊。佛从上以来种种因这个譬喻言辞方便说法，这个方便说法目的是什么？皆为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是说跟你说了又说的吗？种种因缘譬喻都是为了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方便说法就是方便，为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呢，那就是真实。为是实权啊，权意在实。世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然舍利弗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意。上来已经说了啊，还是智而不解，云何智教迷难不解啊？这就是呵斥啊，呵斥就是嘛，叫他发愤图强啊，进行理解。然舍利弗以下，然舍利弗啊，是引解难为。你不解也不能怪你呀，你这个根不是那么利，是中下根人，所以呢，说了法说周以外，还要说这个譬喻，皆也难为，令其肃静，赶快呢加工进步，所以允许譬喻之说，今当复以譬喻更令此意。诸有智者以譬喻得邪？闻说譬喻能够理解，那还是智者啊。如果是三周说法，法说周、譬说周、因缘说周都不能理解呢，那就不是智者了那就不是智者了。这底下呢，底下是正说了，正说譬喻了啊，正说譬喻，有长文有重诵。长文当中除利譬第二合法，讲的这个譬喻与这个合法，就是用法来这合这个譬喻。法也好，譬也好，相互之间有广有料。如果说是譬喻料，而合法合得广，那应该是先作合文来对譬境。知了合法的时候呢，更需委细消之。若是譬广合料，譬喻说的很多，合法的时候呢合的很简料，怎么办呢？应该晓得世尊说这个譬喻不是随随便便说到玩儿的啊，岂可图是幽言呢？那么你这个用法和消这个文的时候，就应该委细消失，何但料对。这个底下正是举譬，正式举譬当中有总譬有别譬总譬当中一共有六文一个是长者譬，
第二是舍这辟，第三是一门辟，第四五百人辟，第五是活起辟，第六三是子辟。啊，这个第一，对，第一是什么呢？啊，长者辟。啊，这个大富长者，以世间的大富长者譬喻如来。啊，这个有舍利弗，若国以聚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者，记住通谱。这个譬喻的正文，我想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再来介绍啊。